消极是为了暂时休息等待时机，所谓潜龙在渊，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。人要从绝望中寻找希望，人要在黑暗之中搜寻自己的力量。这估计也是达摩祖师面壁的妙处所在。黑夜不会永远漫长，永无止境，时机未到要稳，要忍，要坚定，莫怨莫念莫动摇，时机到来莫叹莫熬莫自大，要稳要静要随缘。此所谓潜龙在渊，蛟龙在天，马有千里之行，无人不能自往，人有凌云之志，飞云不能腾达，雪压枝头低，虽然已入泥，一朝红日出依然与天齐。